今天光临康熙来的明星非常有种，他们要跟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欢迎五位，哈喽你好。为什么会愿意来玩这个呢？我觉得那里面好像有点照，有你的照片哎。我 S 在中间，然后我在你旁边，然后我不能接受的是陈汉典的头为什么跟我们一样大？是，但是我已经到最边边了，已经。可是你的头应该，你的 size 应该是比我们小五倍吧？对啊，啊，所以。差不多，好。好，这五位当中呢，玩真我常常玩真心话大冒险，应该是杨雅竹吧？也还好啊。你们玩过真心话大冒险的冒险那个惩罚是什么？舔马桶的边边啊，或者是手伸到垃圾桶里面。舔马桶边边是舔外围还是内围？就是马桶内侧吗？就是那一侧那一边，好恶心，结很多垢的那边。对，要不然就是垃圾桶那个，是要把那个马桶的垢都舔干净为止。也不用舔干净，就只要舔到就可以。所以有人会为了不打，然后真的去舔它吗？还是有，真的有。这超适合小钟玩啊！小钟，你不是长期吃屎吗？光职业，是。我喝尿尿疗法。你有在怕舔马桶吗？我当然怕啊！你不要看，哎，我觉得你对谐星真的有错误的那个理解。我们在节目上是为了做效果，我们私底下是个很严谨的人，那种事情我们怎么会做？没有，你凭良心讲，舔马桶跟大聊网易人，你要舔马桶吧？可以舔两次。天天舔。其实我们的惩罚有很文明的惩罚，就是这边有大家的这个今天的酬劳哈，所以每一题句答一次就从里面抽掉1000块钱。我想这个对某一些大方的来讲，比方赵兄大概不放在眼里吧。对啊，对小钟可能就他可能什么都会回答，对他应该是据实以答。我有时候遇到一些东西，我还是有瓶颈，我还是会有瓶颈。是，不过今天这五位其实最近康熙都给他们制造了一些麻烦就是了。像雅竹是因为在我们节目聊你的前男友的事情，就被前男友骂，对不对？真的，没有被骂啦。可是还有不承认你们根本，他不承认你们交往过。我也不知道哎，这是他的说法。所以，如果宋欣怡，如果你在《康熙来了》聊前面的感情的事，然后前男友发火在部落格上面骂说不要再提我们的事，你会从此不敢再讲吗？会吧。其实之前就有一次爆料啊，然后就有可能类似对，他那个事情很精彩，知道吗？宝妈她上次跟我在我们节目讲一个她跟第一代 ABC 明星交往的事情，结果哇，那一次好多人打电话来问我是谁哦。对，也有很多人问我，而且是主要影射的不是那个，可是有一个人就打来说你是不是在说我？但是因为那一集吃醋，没有那一集你真的是有时候会让我们在家里面猜的，真的有会猜错人。真的，起码猜错，起码内心还是有个答案是 OK 的。结果，宋欣怡，结果那个男生打给你，有气氛又很尴尬吗？没有，就一直传简讯，就说他女朋友不高兴啊，或者怎样。我说他真的不好意思，就是没有那个意思。所以是就是你说的那个人有打来，是不是？哦，在你家楼下按铃，然后你不让他上去的那一个。不是那个，是另外一个。谁啊？哦，不知道，忘了。很大的吗？不大。我觉得你可以开始转那个东西。对啊，转到哪？转到哪？转讲上去。好了，我怎么会讲这个？这样 OK。好，我请回答。还没。转。大家我们转看看嘛，公平嘛，对不对？好，转看看。屁。所以你事后有懊恼，想说干嘛跟我们讲那么多，是不是？没有，就觉得说啊，下次好像不要，因为可能别人有女朋友了，会误会。我觉得其实没关系啦，大家都是做效果，你们可以尽管讲，没关系啊。真的，一般人都可以理解的啦。不过我觉得比较麻烦的是像赵兄这种平日号称在 B 节目就是坦荡荡的人啊，因为他就是他其实不需要真心话大冒险，他就什么都讲。对啊，对，你没有在隐瞒什么事嘛，对不对？也还好了，没什么好隐瞒的。那你。最近是去酒店是，没有去酒店，漂亮。最后一次发生性行为是，很久忘记这件事情。是这一个，闭得好凶哦。是这一个月吗？我可以今天不回答这个问题。你不是敢来吗？真心话大冒险，它的主题是有设定的。像这种东西，你问就很奇怪。那我可以问你，我也可以这样问你，我也可以这样问汉典啊。像我觉得我们很对不起宝妈，就是。温拿虎那一次，我真的不了解我们在搞什么鬼。对，宝妈那集你有看吗？我有看，我觉得还好哎。
我其实我自己在分析，我整集因为看到他们，我跟你讲，我们的预期是说，我们拿出你的照片来，温拿就会说啊，宝妈好熟啊，然后对，他是曾志伟的前妻，对，然后我们还碰到，结果他们给你们的那种反应，那我后来其实到我刚开始会觉得哎有一点点不舒服，但到后来当那一个团体的一个主唱。我现在都不讲他们的名字，是在跟我那个团体没有，我觉得就是他们有包袱，我没有包袱。我觉得他们有偶像的包袱，这么多年了不会再有包袱了。那我都觉得所有的线上的艺人，像我前阵子看到赵哥，我说赵哥你现在越来越不可爱了。是在化妆室吗？没有，我们一起录一个节目，我说赵哥我觉得你直接在节目里面讲。没有，我私底下我说赵哥你现在越来越不可爱。你不知道他生病了吗？没有，不是，是因为他不是说外形，不是，是说个性。变得很厉害，差点就走了。我们都很担心，是他以前没有艺人的包袱，他什么都讲，他什么都玩，他觉得 OK。从他刚开始，到后来他转型，就觉得他是艺人了，他出专辑，他红了，他有很多东西他不玩了，他卡在那个地方了。啊，真的吗？你问赵哥，我有事想跟他说。我现在开始什么都讲，什么都玩。扣宝妈这句话，我真的啊，我很凶啊。好啊，你刚刚问的问题。所以最后一次性行为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今天早上吃了什么也好啊！哎，赵哥 ，You're not cute。你刚刚发下毒誓，说你什么都要讲了，那你也不可能问杨雅竹问心里这种事，因为他们没有发下这个毒誓，说我什么都讲。而且女生本来就不需要被知道这些，你们男生有什么？宝妈，你挖这个洞好大。没有大，是我想听的。哎，赵哥很够意思，因为他希望宝妈再度觉得他可爱。所以宝妈，你是说如果开始讲话有忌讳的话，就变得不可爱，是不是？我觉得现在线上所有的艺人都是，为什么小 S 这几年这么的，大家都不管哪个年轻人喜欢他，生完第一胎刚再出来主持康熙的时候，那一阵子我们觉得他有包袱。我跟你讲，因为他嫁入豪门，你可能要准备好。后来他又开始准备好出钱喽。对，你手这边一直陷害别人，然后进去挖洞，一直挖洞给人家跳，是什么意思啊？我有包袱，我现在我有包袱，因为这个节目呢，每一个礼拜都在香港。宝妈也画了一点点界限嘛，那一块我们不要去碰它。然后赵哥刚才发他毒誓，就什么都可以。因为我们希望看到可爱的赵哥。宋欣怡平常表现就很。开朗，大啦啦，对啊，我都可以讲。然后杨雅竹很不晓得为什么很爱来康熙，告诉我们很多会演爸爸自爆的人，你的姐妹吗？是，这个我们也很感谢他了。只有小钟其实就是小钟很难套话，不喜欢他，小钟很少讲。小钟好不可爱哦，真的都没有听过你讲。什么？我在节目上那么多节目，我怎么可能没有说？你都只有魔术，还有一些小钟每次来这些，连王艺人这种大家都已经知道的透彻的事情，他还是不谈，他还要讲什么？怎么说大家都是朋友这种真的吗？你这样讲，我很像挖鼻屎出来。Magic， 你还是 Magic？ 你不是已经没了吗 ？Magic 事业不是已经终止了吗？你怎么还在那边？还有，所以他就用这些东西来包装自己。我知道了，大家都期待。因为他每一次上节目的时候，他的脑力都花在准备等他的鼻屎的事情，所以他都没有办法好好回答我们的问题了。可以啊，你们尽量问啊。你今天要不要跟我们好好聊啦？真心话，我很想听。随时随地都可以聊啊。对，我想，我想汉典也可以聊一些真心话，因为他其实恨我们恨那么久了，然后都没机会。我都可以聊，其实什么话题都聊。我不想问到他就是废话的连篇。不是，但我那你认为他走红以后，真的除了甩掉女朋友之外，他就没有再跟别的女生怎么样吗？我知道他现在常去夜店。哇。然后他跟蝴蝶那是假的吧？蝴蝶是假的，我觉得他有一直在期待自己可以靠着电影大发特发，然后就把我们两个一脚踢开。等一下，你们要不要让我回答一下？讲都把我讲完了。我们是不是完全讲中你的内心话？没有没有没有。那你在演戏的时候有摄影机在拍吗？让我在演什么？白眼？当然有了，当然有了。是真眼，是真眼。好，所以呢，今天我们现在要来按照资历来决定谁先转这个盘子哈，然后。包括我们两个人在内也要被问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回答，是，好吧？那宝妈是那个我们的大家长哈，所以请你来先转这个转盘吧，好吗？资深，我不会转到自己吧？有可能转到自己就转到自己啊，没办法了。我期待。好，请开始。可以转到我今天想要转的人。汉典。哎呀！小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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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的密切。我想问一下，这节目不能这样做吗？这么说话不是就是以来宾为主吗？要我这样玩是不是？分手嘞！我跟你讲，不要急，宝妈可能问一个文雅的问题，所以没关系。他那么老奸巨猾，拜托。我很。宝妈想问一个，其实是跟人生经历有关的事。一定是，就是我其实这几年一直很想要问你的一个问题。哎呦！哇，我知道要问什么。哎呀！你确定知道？你在压什么？我要帮忙做效果。紧张紧张。宝妈，你不要你做效果，你问出来。你刚才就是想要转到 S 吗？是，我有看到你故意在拿捏那个力量。我真的很小，我今天。我真的为了这个的心结，我才要录这个节目。哦哇！等下你问出来这题，那我们其实可以把徐静蕾就贴在镜头，贴在这个肩膀，不管怎么转，转的每个人都有问题要问我，先问了再说。好，哎呦，没问题了。哇，好紧张哦！哎，这么多年过去了，然后尤其是在这两年，宝妈开始跟你有互动，然后一直在上你的节目。我可以问一下，你对曾宝仪的这一段过去有放下吗？先不要，先不要，先不要。你先干嘛？请你就是宝妈，请你就是宝妈。我懂，我懂宝妈的心情，就是她真的很想知道这件事，因为她觉得她很喜欢你，可是呢，她也想知道说两个人中间还有没有一点芥蒂在。就是你会不会放下这一段？我先给他一点时间哈，所以我们厘清几件事情。第一个，什么叫做放下？你说要让他完全不见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是人。我先澄清一件事情，那个他没有不让曾宝仪来康熙。我知道，就是制作人问过这件事情，然后两个主持人都说没问题。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宝仪没有来。但是我觉得现在最尴尬的是一点，就是我相信。或许曾宝仪会觉得有点尴尬，然后你可能也会尴尬，但是康永就站在那个中间线，你知道吗？那我觉得就是我今天真的好想好想知道说，其实如果你现在让你再看到曾宝仪的时候，你会对他，就是以前你觉得我真的没有想要看到这个，对，来电吗？我先逐步问一些事哈。比方说，现在如果在电视上面转台的时候看到曾宝仪在画面上，会转开还是会看一下？不会转开，也不会特别看，就跟对待一般的来宾是一样的，就是很正常的心态，可能会看他在干嘛。如果那个内容是有趣的，我就会稍作停留。然后如果比方说他讲的一件事是好笑到跟宋欣怡讲的一件事同等好笑的话，你会像会发出笑容一样的也会笑曾宝仪讲的那段话吗？我会，就是好笑我还是会笑，不会因为是他讲的话我就故意不笑。所以这样算是平常心，很平常啊。OK， 那应该问一个比较直接的吧。你有没有恨过曾宝仪？你这个人讲话怎么那么奇怪？有一次我跟我姐去参加那个香港金像奖，然后是阿宝主持的，然后我有几乎要跟他擦肩而过，可是后来是有一段距离，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我真的跟他擦肩而过的话，我到底要怎么跟他打招呼？然后就一直站在那个地方想说他会不会过来，然后就一直用视线看他，想说因为如果一个人一直被注视的话，你就会觉得有人在看你，就会看过去。可是因为他也没有看过来，所以导致我也没办法过去跟他打招呼。所以那一次就是我们之后的唯一一次碰面，就是我们并没有打到招呼。可是我有想说，如果要跟他打招呼，我心里会有点尴尬，可是我也不会介意。然后我现在对他的心情啊，我其实一直很想要跟他讲一句话。哦，什么话？你知道我人生中啊有几个贵人，一个就是伟忠哥，然后一个就是杨老板，还有我的牙医以及我的皮肤科医师。很多贵人对吧？几个贵人？还有五六个。哥，我刚排在皮肤科后面，最后排在牙医前面吧。因为我怕讲这句话会很尴尬。你讲讲看。因为你知道我现在对阿宝的心情啊，就是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你真的很过分。妈妈，我不是恶意的心情，你懂不懂？我绝对理解，就像。我可以讲一下我的心情吗？就是宝妈，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懂你的意思，原因是因为像我的二度离婚呐、啊，我那时候还我记得我跟康永讲过，我很感谢那个打了电话来家里面破坏我婚姻的那个第三者。你明白我意思吗？我觉得就是
你一路走过来那种感觉，就是我不敢想说，就是有一个外来原因唤醒了你某一件事情，然后你现在是过得很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当初那个外来的原因是推动你的一个贵手，因为如果当时没有发生一些什么，你知道那个事情，我可能也许还是再继续那一段或是什么之类的，反正我可能就不会遇到我老公。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下，那个他那讲的那一天的金像奖颁奖典礼在香港，对，曾宝仪也跟我讲，他说他知道那一天有你们两姐妹，我说你准备好了，他说妈我准备好了，如果我真的跟小 S 面对面，我一定会去跟他打招呼，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的心情就是想，我到底要不要跟他打招呼？请问你们女生，他会不会不理我？你们女生打招呼的时候是会看着对方的眼睛在读，说他跟我打招呼是在恨还是在装还是真的？会看眼睛吗？会看眼睛吧。可是我觉得我现在跟他真的是没有芥蒂了，完全没有恨啊。OK。而且我真的很衷心的希望他也是非常的幸福快乐。哎，那当天大 S 有给你什么建议吗？在那个颁奖，因为你知道过太久，所以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抽离的人。大 S 对，所以他就说遇到就遇到就打招呼嘛。所以就算大 S 现在遇到阿宝，也是一样是可以大聊电影或者大聊最近好不好之类的。那我问一个比较那个一般的事情，就是你们女生的立场比较怕遇到以前的情敌，还是比较怕遇到前任的情人啊？在典礼这种事情上，我要遇到阿宝。胜过遇到情人，是不是？雅竹呢？是吧？也是宁愿遇到情敌，不要遇到情人。可是你去典礼一定也会遇到一些你的前任情人呢。为什么？因为以前的情人好多哎。以前要不是很难，好狠的那些。没有啊，真的没有。他有那个范植伟有吧？可是那不是情人啊，范植伟不是刚交往过？没有，不是。如果你要说遇到绯闻，所以你现在典礼遇到范植伟怎么办？不会怎么样，就是打一个招呼啊。可是他不是情人，他只是绯闻对象。可是如果遇到 Junior 有 Junior， 不只是 JR。JR 就是打招呼啊，因为是 K1 的 JR。哦，是。哎，我问你，你比较不想遇到 JR 还是卫斯理？他好像还没有转到，转到。我们这是自动感应，人肉转移，人肉，不讲我不知道有他交过这么多个，还有呢，只是绯闻对象而已，还有啊，他跟阿 Ben 有的拼呢。JR 跟那个。可以等一下转到再问嘛。所以如果是现在就卫斯理要颁奖给你的话，你会躲那个典礼吗？转到了吗？没有，这几天刚好跟你不一样啊。哦，没有啊，我不会避讳啊，就会好好把讲座接过来，而且有奖干嘛不领？然后主持人如果说要拥抱哦，因为一般就是受奖的人都会跟那个颁奖人这样抱一下啊。但我觉得你们好像都觉得我们好像很闹翻还是什么，但其实我们也没有。没有吗？可是卫斯理不是说他没有跟你在一起过？哇，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情绪吧，就是可能我接受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也会想要怎么说。但是你是不是这次分手处理的不好？处理也不那什么，我不觉得，我不会觉得啊，因为怎么样叫做好？可是他有错愕你在节目上不小心透露这件事，是不是？所以你是说你下了节目报纸登了之后，他就打电话直问你说干嘛讲，是不是？没有，他没有来跟我讲这件事情。就看你还上他的部落格吗？你还去看他部落格吗？没有，我知道他的部落格是报纸我才知道的，我没有去看。可是他部落格到底写了什么？因为我没有看。他说我去日本是去消费，结果回台湾是被人家消费。啊！可是他被人家消费，他应该蛮开心的。很久没看到他。不是因为我也不是亲眼看到部落格，所以我只是转述新闻里的内容而已。那我没有把握部落格上是不是真的是这两句话了，是这两句话吗？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报纸也有在写过嘛。因为我会报纸写长是错的啦。你有去部落格亲眼看过吗？我没有看到，但是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那不算是。如果他要觉得消费，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不是要消费他，因为我觉得我今天没有说，
他不好的事情或什么的，为了上这个通告讲他不好的事情，我只是觉得刚好来有机会，然后陈述一件事实，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讲的话，大家会一直觉得我们或许还在一起。对，那我觉得如果没有的话就告诉大家比较方便，因为万一有人要追你的话，你也要让他们知道说你现在是 single 可以来追了，或者是他也是 single 之类的，心态很健康。对啊，没错。所以那个机器是假的，是不是？你们有需要设计这个东西吗？就好好做一排专访不是也可以？因为刚才宝妈问了 S 嘛，雅雅就是被我多问出来。哇，我现在整个人好轻松，我要抽根烟好不好？现在换 S 因为回答者，他去转那个转盘喽。哦。赵哥，赵哥，赵哥，你没有这样做，叫定住算了。康永哥，康永哥，我没有问题要问你。对啊，我们俩那么熟，为什么要问我？转太轻。请问一下，你最近读了一本书是什么？好烂的问题。很好讲。哦。你是康永问的，放下。他有很多东西可以问的，我没什么没有讲过，我没什么可以问的，我几乎我的事情几乎在谈话性节目都已经讲过了，我有什么很多？万一人有大舌吻吗？还抽动，他眼睛在抽动。小钟，我刚才那种跟曾宝仪的事我都讲了耶。对，而且我跟你讲，本来不是这个尺度，是他跟我咬耳朵，叫我放宽一点。舌吻虽然很客气，可他人家现在有男朋友，我觉得不要再拿这一集来搪塞了，真的啊。可是每个人都有过去啊。哎，这太血淋淋的了，这还叫血淋淋？对啊，我觉得我如果问宝妈，她跟曾志伟有没有舌吻，宝妈你拜托，还有孙子曾宝仪了。小钟，不然你回答我一个，是他跟你提分手的吗？这可以吧？这跟舌吻很简单回答吧，小钟。对啊。谐星也有包袱，真的很怪。谐星包袱，他是不是不可？他就不可爱。你不要给我拿出什么颜值的道具哦，现在。我的口脑有两颗眼睛。等一下，哎，他好认真哦。是。没有啦，就朋友嘛，就是哎，就各自忙。他的说法什么？是说我配不上你这类的话吗？没有啊，就觉得就是要忙事业，他要忙事业啊，因为他觉得他要做一个全新的冲刺啊。他不管是从电影啊，或者是偶像剧方面啊，他觉得他很年轻嘛，他有他的梦想要去追逐嘛。对啊。结果你哭了吗？我没有哭啊。你在电话当中没有哭？我没有哭啊。可是你没有说，你这边一直在抽动。可是你没有跟他讲说，跟我在一起，跟你冲刺事业可以不冲突吗？可能就是真的有冲突吧，因为他新签了一家公司啊，他希望往就是不管是香港或者是对电影圈发展，他有一个，因为他的条件很好，他有一个大好的前程啊。所以小钟有一阵子你上康熙一直看起来心情不好，就是为了这件事，对不对？不是不是不是，跟那个没有关系。哎，赵兄，如果女生跟你说我们不要在一起了，你会就这样放弃走开，还是你会挽留？会挽留。我要知道分手真的原因是什么？是你父母亲不喜欢我，还是我们两个真的不合，个性上的？那如果他真的回答说就爸妈不答应之类的，那就要分手，就要接受，因为两个年纪也不小了，没道理说还是说我们再拼一下，我要拼给你父亲看，拼给你妈妈看，不可能，因为老子再早还有，我干嘛要一定要独守你这一颗？嗯，你找得到吗？我是这个立场讲。你已经偷偷几万年了，你还在放下？这开了，我压一下。所以，我跟你讲，小钟是爱面子，我相信以小钟的个性，他如果这么喜欢那个女孩子的话，他一定挽留。你事后都没有挽留哦，都没有去他楼下等他什么之类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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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有。那现在过年过节还会传简讯去吗？过年过节哦，也没有哎。所以当时你心里是把他
选为是你想要娶的对象，是不是？我觉得交往应该都是以这种做前提吧，每一任都是这样子啊，对啊。你对林立文也是这样？林立文没有，跟我完全就是朋友啊，纯朋友啊。可是你把他带到车上，然后送他包包。没有，那个事情是怎么样？这，好，小春你可以转转他。好，可以转，谢谢。好贱啊！他说没有，你还什么好听的？空的，好，不然我再转，我转转是。好。这赖皮啊！这一题小钟来问赵哥喽。没有没有，他赖皮啊，他在做。奇怪，那你不可能今天不玩到啊？没有没有，搞不好运气好，连三都不会中我，对不对？这难。没有，我比较好奇的是，小钟想得出问题问赵哥。对啊，这题一定要问，真的吗？这题一定要问。你最近的一次性经验是什么时候？今天要问出来，你们最近性经验是什么时候？我没被转到啊，赵哥，他刚才有尽责的回答。赵哥讲真的啦，你都已经几岁，这个是很正常的事啊。对啊，不是，你就讲了吧。好了，那我把它软化为一个比较好回答好了。你有幻想过徐熙娣吗？叫徐熙娣带走。说没有是骗人的，当然有。说未婚的话，他现在结婚当然不行。你想跟我干嘛？你说，你还能干嘛？你现在还能干嘛？你还凭什么讲？我现在讲再多都是屁话了，你还能干嘛？对不对？不会有出现在你的梦中过吧？哦，这倒没有了。OK， 倒没有。倒是他的那个日历，哎，日历你又没挂啊？没挂，你怎么知道我没挂？我挂在哪个位置你不晓得？我回家看。等一下，没有为什么？就我骗你的啦！你作为性感偶像，不是就很喜欢被人家幻想吗？为什么赵哥就不可以幻想你？救命！不是他一天到晚来上我们节目，我们常常要面对面聊天，然后结果他回家对着我做那些事情，就你要我如何的泰然自若的跟他聊起？阅历拿起来，有时候脏了，擦擦，这个意思啊？没有，没有，没有别的恶意啊？真的吗？真的，而且我也没有很常上你们节目啊。赵哥，你梦到过的女明星是谁？讲一个就好。台湾的，哎，还真没有，没有梦到，真没有遇到。可是跟你一起上节目的哪一个女明星，你真的有觉得？我没有帮你乱撮合过一些，都好多，像花花呀，李冠宜，嗯，还有那个谁，那个名模，很高那个，年纪很大，36岁那个，左右宁，哎，对，哇，人家讲上次，人家才讲过了，不是他们大家都知道，又不是我。我们讲，大家都不愿意讲出来。我们帮你撮合的时候，你都不动心。其实我不喜欢女明星。OK， 女明星太难伺候。哎，你现在真正有喜欢的人吗？你说女朋友啊？就是或者你喜欢她，可是还没有追她的。有一个王莹吧，我很喜欢王莹。王莹，但我都一直没有给她。你是说讲真的吗？真的那个侄女。对。有一次我们在友台录节目，我中间隔一场，然后我知道说，哎，有她。那我就上去看，我也都没讲话。那有台的节目，那两个男主持人蛮爱拉塞啊，就讲。因为那天有一个特别来宾发疯了，一直在跟不上那个节目的流程，然后叫我进来制止。好，我就勉强进去。进去我就跟他讲，其实我来的原因，进来这个月的原因，我不是要骂那个来宾，我是来看王莹的。我看到他，我很开心，谢谢，我就走了，把他们两个主持人给弄傻了。以为说我来骂人要干嘛了？结果不是，是跟他讲说，哎，我蛮喜欢他的。所以如果我们安排你跟王莹一起上节目，你是会开心高兴的？哎，蛮开心的。所以你们觉得赵兄在当制作人的时候，有用自己的权势打压女艺人？没有，就不是叫人家就是叫人家干嘛干嘛？哎，如果干嘛干嘛，我就让你当个女主角。没有，不是女主角，好歹你跟在我旁边吃香喝辣。他
康永哥意思是这样，你这句话讲的还真顺，你应该常讲吧？没有这个字啊，连吃香喝辣这种老派的字都讲得出来。这是以前老挂的制作人都这样，一直以来都这样。谁？谁啊？不能讲啊，这些人都还活着。所以你身边你真的有遇过这样的制作人？有啊，怎么没有？那你当初做制作人是不是也想说，老子有一天也要这样子？不可能啊！我上面还有个伟忠哥，怎么可以？他都没这样，我们哪敢这样？那有没有小妹妹真的来贴你说让我上节目吧？有吧，大概就零演啊什么这。那你有下手吗？当然没有啊，这不可能啊！你怎么抗拒？没有，其实那个是有个很明显的态度，就他会来跟你聊天，他还会讲说很喜欢你们这部戏，他也喜欢演这个角色，然后就会问我平常生活有什么兴趣跟嗜好，他会问这些，他会一直跟你。所以你如果说你喜欢打保龄球，他可能就会，那我们下次一起去打保龄球。对对对对，他大概会就。那你会接受他的邀请吗？不会啊，我就说谢谢啊，我最近都拍戏在忙，哪有时间？这么正直。可能。阿丽啊，你妈妈都要被用了。我想说，我如果在这个圈子，好像第一次直接骂阿咪吧。我如果在这圈子，如果跟什么女明星怎么样的话，这圈子不传。觉得他今天讲话有诚实吗？没有诚实，因为我觉得听起来蛮假的，就很虚啊，虚。你会发现这不是以前的赵哥、啊，而且不是从赵哥嘴巴说。以前赵哥是会说，如果有带出场就他都会说，因为我觉得今天小钟好没有，因为他现在有一些。歌迷啊，影迷那些，你知道吗？他就变成有包袱，因为他在内地有一个那个俱乐部，有50个粉丝，他就很在意。50个，他讲的每一个话，他都很小心。因为你知道50个人，所以每一个人的心情他都可以感觉得到。你知道我才会觉得说赵哥现在不可爱啦。啊，好，你们再问深入一点没关系，我再回答好。你最近一次心里说吧，知道这个。今天早上跟谁？今天早上，真的还真的假的啦？哇！所以你是刚洗完澡过来？都真不能讲，真的是。不是，这真会死人了，不行了，不是死人了，这不好了。你干嘛拿冷冰箱？拿铁丝枪？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先放下。结果折出一栋摩天大楼。不是，不能乱讲。好，赵哥请转。送行李都还没讲吗？你有带着很近，有很近呢。有。好吗？大叔走了，送行李啊！那你要补讲一个哦。我为什么？不用，他人生已经没了啦，你不会上我们节目了。对啊，大叔，你转了，你问吧，送行李。这问心灵，我真不知道该问什么。他最近有一件事情哦，他跟他的未婚夫中间有别人。啊，对了，你就直接讲吧。看不已经帮我问了。第三者哦，是最近的事吧？就上礼拜天吧，新闻。嗯，然后那个是，因为 Eros 开幕嘛，就小 S 有去参加，然后当天晚上我也是招待，结果隔一天就有一个记者就很诡异的声音就说，悉尼你知道吗？你跟 Andy 中间有第三者，然后，对啊，然后我就吓到，我说真的，他说，而且业界盛传，然后我就说，业界是娱乐圈还是发型圈？发型圈，他就说他们那一业界，然后后来又说，就是，有读者爆料，就是有照片，可能他跟别人勾肩搭背的。然后我就说：“真的吗？那有照片吗？”他就说：“就也支支吾吾的。”然后就要他有讲出这个人介入的人是谁吗？他是说他的女助理，是你认得的一个人吗？他们以前公司大概100多个员工嘛，所以然后就说你们不结婚是因为有第三者。所以我就有点傻眼，我说真的吗？可是因为我如果平常谈恋爱，只要男生要是有问题，我一定会很敏感。嗯，可是我就觉得说这是完全没有非常好，然后又生日又去，然后什么每天都是腻在一起，然后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就跟记者就说要跟 Andy 讲，我就说不要吧，他知道你会很生气，因为 Andy 是没有，我觉得是没有。结果我就跟 Andy 说，其实 Andy 还蛮难过的，因为他觉得说可能。有同业的是要去造谣，对，那所以 Andy 就希望，就说，如果今天我有上节目的话，他也希望我可以
跟大家说我们感情真的很好。可是请教一下，就是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已经有过几次是你以为他要求婚了，结果他竟然没有开口？其实一直都没有求婚耶。有像电影里面那种说我今天请你去吃法国菜，然后我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就拿出来不是钻戒这一类的事吗？没有，我觉得其实真的我们不结婚，一个是因为小朋友，你说不希望让他们觉得你抢走爸爸是不是？对，因为小朋友如果说我们结婚然后有小孩，那小朋友如果不能接受的话，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可你现在讲的是小孩的角度，那如果是你自己呢？就是你有，如果现在安迪真的今天你录完影回去，他就说宋欣你我们结婚吧，你会立刻说好吗？我觉得我也还没做好准备啊。等于说你也有没有想结婚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有小孩 OK， 就是如果要再办一次婚礼，我觉得那个可能要很多时间。所以他如果跟你说2011年结婚，这样就可以对不对？给你一年时间筹备。对，我们两个一直有计划，就是在35岁，因为我现在33岁。那再2年，然后35岁的时候生个 baby 这样。你有好好的在盯他说不要发生第三者介入这种事？有。可是万一比如说你现在都觉得你们以后要结婚，结果明年他突然跟你提分手，然后明年底他就娶了另外一个女生，你应该会疯掉吧？我觉得不会，他不会这样。你这么肯定？老师干嘛放了音乐？我觉得，我觉得大家都是大人了啦，就是感情那是真的很难讲，我觉得真的很难讲。可是我觉得现在譬如说有小孩子，然后我们又有自己喜欢的。你们最近一次吵架什么时候？我们最近都没吵，因为最近我生日，然后他又特别去国外工作，又买了一个 Hermes 的包包给我，然后我就觉得Hermes 包包那不是小钟送给宝妈的礼物啊？对啊，对啊，我跟彩华姐还有白云哥一起合送宝妈一个。那个是节目的效果，事后有收回去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真的钱拿给送给宝妈。多少钱？你真的出了钱？我真的出了钱，而且他第一个把钱掏出来。你不是躲到内地吗？就没再把钱拿回来？没有，我就真的钱立刻就掏出来。而且我还打电话跟他讲说，小钟不要了，就录个影让你花这么多钱。他说没有关系，其实我一直都想要送一个礼物给你。对啊，因为没机会啊。那为什么要白云他们一起出钱？没有，就刚好就一起录节目嘛。没有，因为那个包包38000，如果让小钟一个人付，他真的是没有办法付得出来。也可以啦，但是就是真的是哎，而且你知道吗？那个包包38000，我很喜欢呐、啊。然后呢，他还走过来问我说：“你确定喜欢吗？这个包包你真的会喜欢吗？”他就一副那种心，我跟他讲说：“其实我还好这样子。”他就一直又问我，然后白云最无辜的就是被彩华都不是录影哦，就被彩华拉进来打一个巴掌，就不见得10000多。你到底要不付这10000多？然后他们两个人共同赞助这个包包，对，因为宝妈刚好过几天要生日嘛，我们就说啊，刚好一起送这个礼物给宝妈当生日礼物啊。所以小钟，如果是你一个人出38000，你愿意是不是送宝妈？我一个人啊，可以啊，因为我跟宝妈的交情真的是已经有到那个地方了啦。对，但是就是这辈子就送那个礼物啊。都讲真心话哈，我想就替宋欣怡顺便做一个小调查好了，就是看看在座的大家对于你和那个你未婚夫的事情，大家认为有把握到几分哈？就是要真心话吗？宝妈60分，及格。60分，赵兄，那你觉得几分？我觉得还不错，应该都可以可以，慢慢来，应该没问题的。有虚，你要把分考上去了是不是？你有到80分吗？有啦，80分绝对有啊。OK， 小钟呢？你觉得几分？我觉得有90分哎，这么有把握？因为我觉得，譬如说现在小孩子那些都是他在带啊，是，对啊，基本上他现在的生活基本上就跟结婚没两样啊，等于是已经是算是女朋友兼母职。而且如果安迪不娶她，他就把小孩带走就好。搞不好小孩子还会跟他走。不是，因为安迪真的很难找到另外一个女生，她又爱，然后同时还可以把她两个小孩收服的，真的这么好。对啊，你意思说你知道安迪别的女朋友？没有啊。不是，我很爱跟发型师恋爱，是不是？马奎尔，还有那个谁，张悬。所以刚刚丁心宁，心宁不要再讲了。心宁刚刚讲说，他对这段感情很。就是很有把握，其实我还是会私底下跟他讲说，心里真的，其实
要经营一段这么好的感情或者怎么样，其实你要看他的工作性能的危机性在哪里，是你要自己要小心。嗯，会。好，所以今天大家都有完成任务了吧？哎呦，就只有陈汉典没讲到啊。对啊，因为雅菊我们饶了他那一题吧。对，他刚刚算是很认真的回答。是，宝妈，你确定你可以问得出陈汉典问题吗？我想不出来你要问他什么，因为我真的对他没有任何的问题。我坦荡荡，我都真心话，我都讲。没有啊，我每一次看到你们在调侃他、欺负他，那我们就问刚跟赵，我就很想问他说，其实他回家他心里小周有问题，对啊，小周有问题。我们就问一个最简单的，省得在那边的，就问跟赵哥一样的问题。最近的一次性经验什么时候？他可能会一个，这也是蛮久了，我觉得这个你不要骗人哦。把赵哥已经讲了，所以前辈讲了，你要小心哦。很久了啦，多久？都已经快忘记了，那感觉都已经快忘记了。很虚，真的假的？真的很久了。你说上一次被你甩掉那个之后，你就没了吗？对啊，不可能，是，那已经两年了耶。没有啦，没有两年了，一年多了。好，那你所以那这一年多当中，你幻想的人是谁？讲一个，赵哥刚才有讲了。幻想的一定有一个吧。其实来康熙这么多美女，你不可能看他本人没有一个把他带回脑子里回去幻想。没有哎，我觉得我在录影的时候我都是非常正直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脑袋是一片包袱。没有，你脑袋是空的，你在录影的时候哪有什么？他不回答，你要处罚他了。处罚他是我们今天的结尾。对，我们一人可以请他做一件事情。太好，好，好，我个人希望请你做的事情，就是请你走到那个前面尖锥物那边。对对。然后把那个尖锥物含到嘴里。含到嘴里啊，就那一只啊，那一只，好大一只，那能播吗？那画面能播吗？你们觉得？可以啊，可以啊，除非从后脑穿出来才不能播。就是含到，就是怕从后脑穿出来。含到一个你觉得已经是你极限的那个位置，真的，嗯，哎呦，那你不愿意回答，没办法，因为我们做那个布景也从来没拍过，你不觉得很浪费钱吗？加油，这个好大，这个对，你看你可以含到哪里？我们帮你做记录，太粗了吧？太粗了啦。好丑！来点音乐，来点音乐吧，好不好？气氛要有，来点音乐吧，来点音乐吧。哎呦！原来那个那么大，我以为它超细的。好，谢谢大家收看这个布景，紧绷了啦，辛苦大家。谢谢。太奇怪了。